此钥接口 A， 再 A， 再 A， A 接红怒砸吧溜。他以为他生了，其实我也生了。嗯。回家了。周末有双倍亲密度吗？没有，现在有1.2倍。双倍我下周开。875来的，我想想啊，这样吧，这样还能来瓶小药。那飞机下周给，行，你开心就好。这福耶格是辅助啊，天哪，我都不知道这英雄辅助到底能有什么用。那青钢盟上影人没了，我就把他眼儿排了，车没补着 ，A 接 Q， 红怒 W 破盾 AE，A E 过来，平 A， 平 A 点燃红怒 Q， 好了，哦。没跑掉，被我点燃了。回家吧。哎呀，其实我不想回家。再把这卡密眼，我们血球没有滚得特别大，滚了一点点血球，只是一点点。看来这铁刺鞭我是出不出来了。这么的吧，下波我们滚一波血球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血量。控一波线，他应该不能补了。双断一 Q， 平 A， 红怒晕，再 A， 再 A， 跑了，跑跑吧。刚才不够细节啊，一上来再一平 A， 红怒晕 A 接 Q 往前走来堵住他的位置啊，闪现 Q， 你就非得要送我一个白家山啊，就是不让我杀，就非得就不让我杀，就非得自己要上来死来。舍己为人呐。
个眼儿的。黑华不溜，红路抠。红路抠点呀 ，AA 双钻 E， 塔皮没吃到。哎，我这个位置都吃不到塔皮吗？1800，钱够了，再吃一层吧，把这塔皮吃了。那青钢影的英雄他就不能带那征服者，你知道吧，没有什么用。无敌了，冰嘴大放没放啊？先放个扣，没打着。我想先把他骸骨给他打了，攒个半管怒，上来把他杀了。一扣一上来 A 大招 A 打破牛可血战斧平A 接个扣，随便来。红怒晕 AE 可血战斧 AE A 扣随便来。啊，木木来那又能有什么用？他又没有大招。你要冰女来还行，冰女也没有大呀，没有一个有大招的人啊。来波虾仁诛心。喝口水。Rampage. Shut down. 没有什么阻止我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他应该不能过来了。如果你想让这个卡密尔玩的更难受一点啊，这波我没太卡好，不知道能不能卡得住啊，可能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就是怎么的呢，你可以让这些小兵就站在塔下这个位置，然后呢让防御塔把你小兵全打死，同时他这防御塔又没有多少血，他直接破盾 AEE 红怒扣，
的有。这福耶哥是个什么东西 ？W A E 一回来，平 A 和血战士，再 A， 再 A 红路 Q， 平 A， 平 A， 哎呀，我死了，这居然没打过。没有技能了，杀辅助，辅助脆，辅助可不脆，辅助出的都右装，辅助没啥虚区，我寻思我这打打青钢影嘛，我出点啥呢，我来个血手吧，不行啊，这鳄鱼我被一个173跟个050的给杀了，哎呦天，破败，现在破败都没有用，感觉这鳄鱼它根本就不需要破败。福耶哥呀，福耶哥啊，上边就你杀我。这是右边怎么来个阿木木呢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以对面的阵容我们还需要一个振奋，振奋石5+黑晶，打个红的，身上都有了你还要什么玩意儿呢，再说俺们这11级的大鳄鱼不配拿个红吗，这波不越塔啊，去1打5的下了这俩，哎上边就你头挺大的是吧，杀我这几个人啊，杀我，快杀我，我的妈呀，不过那个小光头我是真有点打不动，他太幼了，就得卡牌打他，他没魔抗，我打他都没掉血，马上走，给我打小黄毛都没在，我跳弹打了，那福耶哥也挺幼啊，来了小黄毛，呀红怒扣没用出来，
你出来，你敢出来吗？你不出来我可要进去了，我跟你说。你不出来我可要进去了，我可要进来了哟。回家2500，12%已损失生命值。我觉得可血战斧并没有特别的影响平衡的。反正这个版本就平衡就做的就不好。感觉就做的就不好。15秒有大。等一下，我失去耐心了，怎么还敢搁这打蛤蟆呢？你给我晕，打上蛤蟆了还致命点呀。哎呀，这还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都不值钱啊，值钱，300块钱。这不洗手，福爷哥，福爷哥死了，你别跑了。我堵住他上面，你在下面。我这是给你点面子了，小光头，给我杀光头！不行就杀着卡密人，搁旁边晃晃晃。卡牌随便定。这件咱们直接来个黑切吧。哇，闪现！闪现 A 接 W 六，哎呦啊，虚区有点高啊，居然没无敌，我不能接受。我们家打野被训斥了，看见没 ？ADC 说咋赢也不知道，跟着那鱼赶紧推了。这一瞅，这就是明白，高玩这就是懂。不行就先杀冰女儿。
我真是难受死了，我打一个闪一个啊，跑。啊，这抠没抠着，哎呀，小黄毛打我有点疼了，我觉得鳄鱼还缺一件装备，如果再能给鳄鱼一个格，那他将会很无敌。少一件反甲，少一件反甲，抬下路吧。假如说打那些亚索、沙米拉这种的，你得要减伤的，这鳄鱼就少件装备。真肉啊！给我晕！怎么跑那儿去了呢？都！哇，咳血战斧！Game over， 来把塞拉斯，看情况吧。对面如果是个奥恩啥的，我就塞拉斯是可以的。